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课本75页。那么这里啊，全部是在说啊，那为什么啊，佛这么多经舍里面啊，多住在舍卫城及王舍城？那么王舍城里面为什么多住在灵鹫山啊？那这舍卫城、王舍城里面多住在王舍城，王舍城里面啊，那么多精舍都住在灵鹫山啊。现在在讲这个问题。好，那他这里啊，我们看到75页最下面这里，那么这里说到王舍城多精舍啊，那么是坐禅人所依，然后顺便提到其他的精舍啊。那么这些其他的精舍，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啊，那么他主要啊，讲摩揭陀国啊，那么在王舍城，那么主要有两个啊，山里面的是灵鹫山的啊，那大乘里面讲五山都各有一个精舍，那么这五山是包括灵鹫山在里面各有一精舍，那么如果再加上平地的山里面有五精舍，山中有五精舍啊，那么不只是灵鹫山，灵鹫山只是其中一座山，就是王舍城旁边的那个五山里面有五山各有精舍啊，五山中各有精舍啊，那加上朱灵精舍其实就六个了。那他说王舍城五精舍啊，那就变成有六个了啊，就是就没有包括朱灵精舍啊，要不然就是这五山里面啊，那么就只有四个精舍啊。如果照自论的来看啊，他说王舍城有五精舍嘛。啊，那依照注解来讲啊，那如果包括这个叫包括这个啊，那五山中各有一精舍嘛。啊，那所以这个要不就四个，要不就包括这个六个。好，那我们知道这主要是这两个啊，竹林精舍啊，它是在平地的城市的。这个是在山中的，啊，那乔萨罗国这个是摩揭陀国，摩揭陀国这个是首都啊，王舍城、舍卫城，那这个是第一间精舍，这是佛陀的第一间精舍，啊，第一年成道后不久啊，那么就有了。那摩揭陀国的国王啊，就是品婆娑罗王，王后是韦提希，啊，乔萨罗国的国王是波斯尼，王后是茉莉。啊，那后来去了舍卫城，啊，那舍卫城主要是祇眼精舍。那一般来说，大智论说多住在王舍城，但是一般的记录是多住在舍卫城，至少住了20几年、24年、25年啊，差不多就记录是这样的哈。那祇眼精舍主要是啊，祇树几孤独眼啊，几孤独长者盖的，几孤独长者又叫做啊，几孤独长者须达多长者。那这里的文，我们红字写的都是啊，这个大智论里面的叫做祇环精舍，那一般我们叫祇眼精舍啊，就祇陀太子的树，祇陀太子的树，几孤独长者盖的园啊，这个祇是祇陀啊，然后这个须达多长者啊，叫几孤独，他其实他的名字叫做须达多啊，须达多长者。啊，那因为他是常常救济贫穷，所以叫做几孤独长者。几就是供给啊，点那一些孤苦无依的老人啊，或是病人啊，这一些的啊，悉达多长者盖的非常有名，祇眼精舍。大部分的经其实都是在祇眼精舍讲的啊。那这里会说到，因为这里是在赞叹灵鹫山啊，所以会说大部分的经在灵鹫山讲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东眼精舍，这个也非常有名。啊，大智度论说的是摩揭罗母，
摩羯罗母堂啊的文里面说的是摩羯，他就是叫鹿子母。鹿子母就是啊护生第一的辟舍区啊，又叫做辟舍区，他就叫做辟舍区啊，辟舍区啊，他发了，他是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菩萨，发了八大愿啊，八大愿，然后。这是大概就是后来的大圣菩萨的一个典型，啊，像智多长者也是，啊，那么智多长者有一点点像维摩诘经的，维摩诘经的那个维摩诘长者，啊，那这个是辟舍区啊，优婆夷的典范，啊，然后他盖了一个，他盖了讲堂叫做鹿子母讲堂，鹿子母就是辟舍区，啊，那他叫做摩羯罗母堂。啊，那这个是因为在舍卫城的东边啊，所以叫做东远精舍啊。那这个另外有一个安罗精舍啊，这个不算是佛陀的，这个是专门是啊，这个智多长者盖给摩诃难的啊。那摩诃难据说是五比丘之一的啊，就是佛陀最初度的五比丘啊。那这个是刚才承揽啊，这智多长者，智多长者是在家中智慧第一的，证了三果，而且能够为了善为外道啊，有时候还就善人说法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他叫做安罗精舍。那么大智度论没有把这个放进去，因为他这个基本上不是佛陀的，是比丘的。其实还有很多了，其实如果你仔细找那个经典里面说的精舍还有非常多，但是我们说的是主要的啊，所以这个比较。这个比较没有放在里面啊，但是我们是顺便说了啊。那么其实还有啊，但是当时啊，当时也不是那么多了啊，大概就这几个主要的。那么另外，乔萨罗国的附属国叫做迦毗罗卫城啊，其实它是属于乔萨罗国的。所以佛陀在跟外道在跟品婆娑罗王的时候说我是乔萨罗国的人啊一样啊。那一般我们都说乔萨罗国，这个都说舍卫国。啊，那其实是乔萨罗国的舍迦毗罗卫城，啊，它是属于乔萨罗国波斯匿王管的，啊，那有一个尼基律耶，尼基律就是龙树的意思，啊，那这个是佛陀要回乡的时候，净饭王先盖的，啊，盖这个尼基律耶，啊，就净饭王盖给佛陀的，啊，安置他以及他的弟子的，啊，那这个是乔萨罗国。另外拔旗果啊，就是拔旗族的拔旗果啊，毗舍离啊，毗舍离这个地方其实蛮重要的，最主要就是三个地方，最主要佛教最主要就是三个地方啊，就是王舍城、舍卫城跟毗舍离城。毗舍离城有时候叫广严城啊，它叫广严城啊，像维摩诘经啊，广严城啊。那毗舍离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崇格讲堂，那崇格讲堂，它基本上叫做大林精舍，啊，那阿含经不是大智论里面叫做摩诃盘，啊，这个就是大，这个就是诃，摩诃就是大，盘是林啊，大林精舍，它一般会讲大林精舍，那有时候讲崇格讲堂，啊，那有时候讲猕猴慈岸精舍，那猕猴慈岸精舍有说是另外一间，有说就是大林精舍，啊，所以有两种说法啊。那么一般说猕猴慈岸就叫做大林精舍，也叫做崇格讲堂，啊，但是有些说是它是另外一间，但是在隔壁，在崇格讲堂的隔壁有另外一间猕猴慈岸精舍，啊，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啊。那我们大概就知道，那基本上我们就把它放在是同一间啊，就是主要啊，这个不算啊。这个不算啊，这个是摩诃难的。那这个跟大智度论讲的是比较符合的，大智度论也是这样讲啊，大智度论是这样讲。那这个是因为我们顺便把它写出来啊，这个是给摩诃难的。那大智度论从摩羯陀有五精舍啊，在竹林精舍其实六间啊。那这个，但是他只讲五间了 啊。那乔萨罗果啊，有奇远精舍啊，然后有东远精舍，他是摩羯罗母堂。我们对照看的啊，那迦毗罗卫城有一个尼基律耶啊，这个他没有讲啊。然后拔旗族有一个摩诃盘
啊，就毗舍离城有一个摩诃盘，其实就是重阁讲堂啊。那《大藏经》里面有时候讲重阁讲堂，有时候讲大林精舍，南传的基本上都是翻大林精舍比较多啊。那另外有一个安摩罗眼，安摩罗眼是那个奇婆啊，那个神医奇婆的妈妈安摩罗女啊，然后供养的。那据说了啊，就是阿摩罗女供养的啊。那佛陀曾在这里接受阿摩罗女的供养。好，这个是毗舍离的啊，毗舍离。另外，居善米，居善米又叫做乔散米啊，乔散米，乔散米城啊，或者居善米城啊，这两个都有翻啊。然后，居善米城是拔茄果的啊，这个是拔奇果的。啊，是不一样，这个是拔奇果的，这个是拔茄果的，啊啊，其实它都是不同的种族。居善弥城，居善弥城有一个美音金色，美音金色又叫做妙音金色，妙音又叫做妙音啊。那么它是瞿斯罗眼，瞿斯罗长者，奉献的，瞿斯罗长者奉献的。那这个是迦兰陀主眼，迦兰陀长者奉献的。啊，都用那个奉献的人做名字比较多了啊，比如说这个是迦兰陀长者奉献的啊，这个是几孤独长者奉献的啊，起诉几孤独眼，这个是陆子母啊，就是毗舍渠奉献的，所以叫做陆子母讲堂啊。然后其他的啊，这里没有啊，那这里是屈斯罗眼奉献的，所以叫做屈斯罗眼。这个是安摩罗女奉献的，所以叫做安摩罗眼。大部分都用那个人的名字了啊。那另外迦斯果，迦斯果有一个婆罗奈城啊，那这个叫做鹿野苑，鹿野苑叫做鹿林中金色啊。那原来就有了啊，那可能后来佛教里面在那边有啊，就佛陀还没成佛的时候，那边就有很多住的地方，所以五比丘就先到鹿野苑啊。那后来可能那里又盖了一个很大的净舍啊，它叫做鹿林中净舍啊，有时候叫湿鹿林啊，这个地方啊，湿鹿林净舍。好，另外一个央茄果啊，央茄果叫占坡城啊，那么它有一个接持慈岸净舍啊，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常见啊，但是比较主要是这三个啊，这三个里面主要是这两个里面大智度论讲主要是这个，但是事实上主要是这个啊，主要是这个在这里啊。那大智度论讲主要是这个在这里啊。不过我们如果依照阿含经或其他经典讲的，主要是在起眼净舍啊。好，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啊，这个图看得起来就比较清楚了啊，大概是这样啊。那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金色，还是有的啊。啊，这个是我们对照啊，王舍城多金色，多坐禅人所以啊，他就把当时啊他所知道的这些金色啊，全部就是其实是主要的，他举出来。好，我们翻过来看76页。如是诸果，或一处有金色，或空数量。有时候佛去的地方也不一定盖有金色，盖金色是有建筑物。那有时候他只是进去啊，带着比丘进去一处树林中而已啊，禅修，或是就在里面安住。那他说啊，以王舍城多金色，作禅人所宜。那如果依大智度论说的五山各有一个金色，五座山各有一个金色，可是我们除了灵鹫山之外，其他的四座山我们不容易在里面看到有金色，而且佛陀好像也很少去，灵鹫山倒是比较常见而已啊。那其他的五山里面的金色很少看见的，很少看见啊。说王舍城多金色，坐禅人所宜，其处安稳，故多住此。那我们说这个纯粹觉得啦，纯粹只是要解释王舍城灵鹫山的殊胜啊。那么就解释
就是说明啊，王舍城比较殊胜啊，那说多住在这里啊。那我们说，其实如果照我们看到的资料看，其实多数是住在祇园精舍的，多数住在舍卫城的祇园精舍啊。我们再往底下看，大论义师现在就在讲，不只是佛住这里，许多大论义师都住这里啊，或是许多恶道外道恶人都住这里啊。那么，所以他这底下就是讲，那佛住这里的意思，就是降服这一些论义师、外道恶人啊。那就好像毒草、毒蛇旁边都是有药草的，毒蛇多的地方就有专治毒蛇的药草啊。不过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啊，那个蛇多出没的地方，那个地方就一定有能够治那个毒蛇的药草，治那一种蛇的药草。那么那个蜈蚣啊，这些毒虫多在的地方，那么也一定有可以多住那一多治疗那一些毒虫咬到的毒药草，基本上是有这样的啊。就好像这个地方多热，非常热，就一定有出产解热的那个水果；这个地方很冷，就有出产那一种吃了可以温补的水果。就是大部分会这样啊，比如说非常热的地方有椰子啊，那椰子喝了就解热啊，那类似像这样。啊，那湿气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四川啊，这些湿气很多的地方都有出产那些辣椒，可以排湿的啊。基本上有这一些。那他是在说这个，因为这些大论义师啊，这一些外道、大外道，还是大恶人啊，然后都是什么？都是住在王舍城比较多，所以佛陀也住在这里啊，降服这些人啊，那么度化这些人。好，我们看。他说：“复次，寺中有富那罗等六师。富那罗就是富兰那了啊。那我们说外道里面啊，阿富婆莫善尼啊，这我们擦掉了。六师里面啊，我们都是这样记得了哈、啊。阿富婆莫善，哎呀，这个要擦。”六四阿奇多富兰那波浮陀莫切里阿富婆善若依尼犍子啊，这六师啊，尼犍子。那么这个是六师啊，我们叫做六师外道啊。那佛陀说的是这个啊，不是佛陀，大智度论。好，那么他说有富那罗等六师啊，就有六师。那么这六师各个啊讲的是不太一样的啊。唯物论，唯物论，五因论，这个是五因论，不然那是五因论。波浮陀是讲元素的，莫切里是讲不定论的，不定论、无知论。我看一下，宿命论，宿命论，这个是不定论、不知论。莫切里是宿命论的，这个是不知论。其实是类似像华语论的啊，那这个是苦行离系论，那这个富兰那啊，
啊，这个叫做富纳罗啊。好，那这里说到啊，富纳罗等六师自言：“我是一切智人。”这六师各个自言啊，他们是一切智人，就是他们都是觉悟的了啊。像这个自称都是觉悟者啊，就是佛陀了啊，或是一切智者了。啊，像佛陀去度三迦舍的时候，那么显现神通，那么三迦舍也是那个三迦舍中的老大优罗频罗迦舍，就跟那时候的佛陀说：“你虽然有这一些殊胜的能力，但是你还是不如我，因为我已经证阿罗汉了。”啊，那其实他们都认为这样是他们已经是得解脱的。像耆那教就耆那就是胜利者。那么一样啊，就是也是所谓的觉者，所以自言我是一切智人啊，这是六师以及他的徒弟啊，以及其他的修行人，全部咸自称为一切智人，都是自称我是一切智人的啊，所以佛陀也自称他是一切智人，那么大家都很困惑，都说一切智人，可是讲的都不一样。有点像我们说这个都说是佛说的，可是有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否定这个否定那个，怎么会都是佛说的呢？佛怎么会自己否定自己呢？啊，后面的否定自己前面的啊，那么所以当时的有一些国王跟长者也很困惑，那么我怎么知道谁是谁不是啊？就是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佛法，什么不是佛法啊，都说是佛法，都说是最殊胜的，啊，像部派时代，啊，那么各个部派的说法，那么宗派时代啊，中国啊，天台宗是说《法华经》最殊胜的，啊，显首宗说《华严经》最殊胜的，啊，那讲的都不一样，啊，那戒律的说持戒最殊胜，念佛的说念佛最殊胜，念佛里面念阿弥陀佛最殊胜，啊，那跟其他的又不一样。啊，禅宗说这个参话陀最殊胜啊，禅修最殊胜，所以像这一种的观念在各个时代里面都会有，佛陀时代也一样，沙门婆罗门啊，各说是最殊胜，各说是真理，像我们现在的宗教也一样啊，那回教、基督教、天主教啊，都讲是最殊胜的，是真正的真理。回教里面又有分啊，各个派，天主教也分，基督教也分，佛教也分，派里面又有派啊，那么很想多了啊。那他说与佛为对啊，就是跟佛作对了啊。那即长爪梵智啊，其实当时主要就是沙门婆罗门了。那这个都是跟佛缠在，就是站在不同立场。啊，不同的说法的了。那么长爪梵智婆伽信啊，婆伽信就是婆伽种，这个信就是种信啊。那在阿含经里面通常就写婆伽种，婆伽种啊。那这个婆伽种出家啊，还专门有一个婆伽种出家相应啊，就是关于他的经还蛮多的啊。那他通常都是因为他们都是论义师。他通常问的东西，婆伽种出家问的东西都是十事无忌的东西比较多，啊，有边无边啊，世间有边无边啊，啊，佛灭后在不在啊，阿罗汉灭后到底去哪里了，啊，大部分都在这里。而且这种你会发现到，你如果去看婆伽种出家，他就住在王舍城，因为这里说这些人都住在王舍城的，啊，那富罗那也是住在王舍城的，啊，然后像善若仪也住在王舍城。因为什么？因为马胜比丘就是去到啊，不是在王舍城。马胜比丘、三若仪不是，三若仪应该是在毗舍里，在毗舍里不是啊。那么他这里讲的富那罗六师里面举富那罗，应该是这个富那罗啊，就富兰那，那么住在王舍城啊，就是六师里面的富兰那是住在王舍城。然后长爪梵智就是摩诃居士罗啊，他也是论义师，舍利弗的舅舅。他们一家都论义师啊，舍利弗的爷爷也是论义师啊，舍利弗的妈妈也是，舍利弗妈妈不是，舍利弗的爷爷奶奶都是论义师，那么他的爸爸也是论义师
然后他的舅舅也是论义师啊，就是这个长爪范志了。他为什么是长爪呢？因为他辩论，没有人辩得过他。结果他姐姐怀有舍利弗的时候，他就辩输他姐姐，所以他就立志要学，学了18年回来，学了大概有时候20年啊，就18年，反正回来要找舍利弗辩论啊，找他的外甥辩论。结果他已经跟佛出家了啊，所以就去找佛。所以就被佛度了，变成摩诃居士了，变成论义第一啊！因为他以前就很会论义了啊，论义第一。然后婆伽种啊，这里翻作婆伽姓，阿含经都叫做婆伽种啊，种姓。那么他也就是常常找佛论义啊。那么居家那大，居家那大基本上翻作居家那体啊。那么也这个是也是梵志婆伽姓的啊。他有时候叫居家土啊，那么叫居家那大啊，那有时候翻居家那体啊，我说或是翻居家那，就直接翻居家那。那么这些都是大论义师，这些人都住在哪里？都住在王舍城啊，都住在王舍城。那么他说皆是外道大论义师，即啊长者思虑觉多，思虑觉多底下有注释啊，我们稍微看一下，思虑觉多叫做德乎。那么他是素提且的姐夫，这个素提且思虑觉多是素提且的姐夫，那素提且是富罗那的弟子。那这个因为他下面有讲因为遭到富罗那的提笑，不是是这个富罗那就是上面那个外道富兰那不是这个富罗那，不是上面是富那罗，富罗那是说法第一的富罗那是说法第一的富罗那那说到是富罗那的弟子然后因为这个富罗那他说这个素提这个思虑觉多是富罗那的弟子，但是这里看起来富罗那应该是富兰那，这个也是富兰那这不是说法弟子富罗那哦，小说错了这个富罗那是外道是就是富兰那，因为这个写一样我会把它弄错这个富兰那就是富兰那富罗那是那个富兰那的意思并不是那个说法第一的富罗那不是。那因为受到这个素提且的嘲笑那所以素提也是佛弟子来的。素提且经典里面记载的也很夸张，他是一个人，但是他有天的果报就是他的东西是自然而然的然后就是他人，但是受天的果报。但是如果我们从现在讲是不太可能了，皇帝也不可能这样，他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甚至讲得很夸张说是这个他家的一条丢掉的这个白绢飞到这个皇宫里面然后大全城都说这个是天降瑞相国王要怎样怎样了都说些吉祥的话，这个素提且都不讲话，说你为什么不讲话这个是我们家丢掉擦东西丢掉的绢子飞到这边来的，看到你们家绢子丢掉都这么好然后天上哪里又掉了一朵非常大的这种花天花他就说这个天人降瑞这个国王怎样怎样怎样富罗那这个素提且也不讲话，他说你为什么不讲话，这是我们家那个种的花凋谢的，然后风吹到这边来的你去看那个素提且长者经我觉得太夸张了卡通都没有这么夸张但是他们就讲的是这样，他其实是在形容他形容他这个的殊胜然后国王后来知道了他说你们家这么殊胜，那带我去你们家看一看他那个家，他们家雇门的那些童子童女都像天人一样单单在外面扫地的这开门的这家客人的童男童女都跟天人一样哇这么庄严，那是你们家的公子什么吗？不是，那是我们家看门的然后后来这个国王就要想说这个地方这么好这么大要派兵把它攻下来，
结果有那个金刚力士啊，一个人就打倒几十万的军队啊，就是他一个人有天的果报了啊。但是我们当然想，这个就是夸张的戏剧性的说法，不可能有这种事啊啊。那所以这个是在讲这个素提企业长者啊，大家有空可以去看啊。那这里讲到啊这个故事，那后面有说到啊，这个因为他要报复嘛啊，他这个势力决都要报复啊，然后就故意说要请佛，因为素提前是佛陀的弟子嘛，然后佛陀答应了，但是知道他要下毒啊，所以就唱生把，让大家吃的都没毒。后来我们吃饭都要唱生把，但是当时唱的生把跟我们现在唱的生把不一样。我们现在唱的生把是佛智弟子十存五观啊，善心杂化，信思难消啊，大众闻庆声各正念啊，然后大家说阿弥陀佛啊，这个是生把。但是他当时说法是说啊，这个大家吃饭前啊，先念一个三把啊，念三波罗伽多啊。是念这个了，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啊，有很多种说法，啊，有时候这些是善智、实智、等供、平等供养啊的意思。那念了就可以，念了就可以不中毒。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后来夸张的说法，但是因为大家后来就觉得这样念，不管吃到什么不干不净的食物，都可以不会中毒。其实哪有可能啊？佛陀去做纯陀的供养也中毒啊，啊。那所以并不能够说你吃饭的时候念什么你就可以不中毒啊，那其实是不太可能这样子的。不过后来就传啊，啊，就是大家善心，那么没有杂念的精心受供养啊，那其实是这样的。那其实是佛陀做那个愿，说你尽心，你如果慈心的供养怎样。那这个是顺带讲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所谓唱生把。好，那他说提婆达多啊，这些都是恶人了啊，势力觉多、提婆达多。不过势力觉多也受到后来也受到佛的教化啊。那提婆达多破和合身嘛，杀阿罗汉嘛，出佛身血嘛啊。不过听说有两种啊，一种听说最后经过阿难的劝导。啊，有忏悔，啊，那然后有一些说他没有忏悔，深深堕入地狱，啊，那大哲里面也有他的故事了，啊，有很多提婆达多的故事。那么阿者四是受提婆达多的影响，啊，然后但是后来也受佛陀的教化，啊，就是护持大迦叶，啊，然后甚至说他未来。提婆达多跟阿者是在大乘经典里面都有被受记啊，未来都会成就啊。那么是魔欲害佛啊，这三个人都是要害佛的啊。这个一个国王啊，一个比丘佛弟子，一个外道啊，就是外道的弟子啊，外道的在家弟子啊，势力绝多啊。那佛弟子提婆达多啊，国王、恶王啊。二比丘、二王啊，都魔欲害佛，不信佛法，各怀嫉妒。那么有四人被过，有这样的人都住在这里，所以佛也住在这里。为什么？好像说毒草深处，近边必有良药啊，毒草毒虫啊，那么出没之处啊，必有制毒的药啊。那其实确实也是这样。那他说这些啊，这些都是恶人。那其实各个地方都有了，各个地方真的要找都有啊，都有这些恶人啊。你说舍卫城也有啊，舍卫城有毗琉璃王，那也是恶王啊。那恶人应该也有啊，那基本上都有了。好，那如记说，譬如狮子。那这个狮子是老虎狮子的狮子，以前都写这个狮啊，百兽之王，这是从印度的说法来讲，为小虫吼，为众所笑，啊，就是一只狮子很生气，是因为一只虫在那边大笑吼，那就会人家就觉得啊，这个是为人所耻笑了啊，为了一点小事啊，那么生很大的气啊，这为众所笑，就像一只狮子，不
不可能啊，为了一只小虫啊，然后跟这个小虫怒吼啊，那是不可能的啊。若在虎狼猛兽之中，奋迅大吼，奋迅是狮子用力在吼的一种形容词啊，它就是振起迅速勇猛的大吼，自人所可啊，所认可啊，此笑是嘲笑啊啊，这小题大做嘛啊。那么如果是因为有虎狼啊，那么老虎啊，这个狼，可是印度其实当时没有老虎了，这个是就我们这里的翻译了啊，因为在中国的话，老虎是百兽之王，森林之王啊，然后狮子在印度是百兽之王，狮子跟老虎原本是不会碰在一起的，因为住在不同的地方啊。不过现在啊，印度当时是没有老虎的，不过尼泊尔那一边还是有的啊，就是佛陀出生的那个地方啊，尼泊尔那边还是有老虎的啊，但是印度比较没有。那他这里他说论意思就好像猛虎啊，虎狼嘛，那虎狼是我们现在形容的比较就是比较凶的动物了啊，在此众中无所谓啊啊，这些论意思的猛虎啊，那佛就像狮子一样。那其实如果老虎跟狮子打架，狮子还不一定打得过老虎，从动物上来说了，那这种其实完全是一种形容词而已了。在印度当时，其实老虎是不是、啊、狮子算是百兽之王，但是其实也要看啊。其实像象也是很有力量的啊，是大象啊。大智慧人多见闻，在此众中最第一啊。就是说，狮子在老虎狼之中无所畏惧，就好像佛在这些论意师中无所畏惧，这些论位师就好像啊猛虎一样啊，那佛就好像狮子一样，那狮子在虎狼之中奋迅大吼啊，那么无所畏惧啊，就说法了，说法无所畏惧就无所谓嘛。我说这样是藏道法，就真的是藏道法；我说这个是助道法，这个就真的助道法；我说这个会有障碍，就是真的会有障碍；我说这个能够消除障碍，真的能够消除障碍；我说这样能解脱，就真的能解脱。我说这样会有生死，就真的会有生死，啊，就无所畏惧，因为它是真实义嘛，啊，那么所以他这里说，啊，已是大智慧多闻的人，皆在王舍城，啊，那么故佛多住王舍城。好，这是讲为什么佛要在王舍城，多住王舍城。那如果今天换成舍卫城，我相信一样啊，有很多说法会说我为什么住在舍卫城啊。你会看到基本上论律师的习惯就是这样啊，从各个方面去解释，让它完全合理化啊，其实是这样啊。那但是如果讲舍卫城也可以，其实讲毗舍离也可以啊，不过舍卫城比较多的讲。我们再往底下看，佛说品婆娑罗王之情啊，说佛为什么住在王舍城？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受品婆娑罗王的邀请，复次品婆娑罗王到伽耶四舍中迎佛。好，这个伽耶四舍到底是什么啊？我看这个各个解释也很难解释这个东西，不过我稍微看了一下资料，这个伽耶四舍祭祀的事嘛。啊，这个四舍一定是一个宗庙啊。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因为品婆娑罗王有一本经叫做《品婆娑罗王迎佛经》啊，就是品婆娑罗王去迎接佛陀，他是这样子的啊。他品婆娑罗王最早是，就是佛陀还没成佛的时候啊，到王舍城去托钵，那遇见品婆娑罗王。品婆娑罗王看见佛陀的那一种相好之后啊，那么就为他所就是为佛的相好所摄受那种气质啊，就跟佛陀说你是哪里人啊？所以前面有讲嘛，他说我是乔萨罗国的人啊，那王子来出家的怎样怎样怎样啊，那
这个他说你不要出家了，你跟我来治理这个国家，啊，那我你跟我共同治理，就是分一半了，啊，共同治理这个国家，啊，那佛陀就说他就是舍王位来出家的，啊，他对这个世间没有，就是他是要解脱的。那频婆娑老说好，那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你。不过我希望，啊，你如果得解脱，那你要来度我。那佛陀就答应他。后来佛陀去度了三迦叶之后，啊，就去度频婆娑罗王。为什么要在度三迦叶之后去度频婆娑罗王？因为频婆娑王的师父就是优罗频罗迦叶，啊，其实是这样的。他是以一个优罗频罗迦叶在王舍城是相当有分量的，啊，所以度了三迦叶之后，然后后来他听说他的师父优罗频罗迦叶跟着佛陀出家了，然后。所以他就带着，那个时候佛陀在迦叶山啊，那么为这个三迦叶共有1000人说燃烧经，啊，那就是贪嗔痴在燃烧啊，戒定慧在燃烧啊，其实基本上是这样，因为他们是拜佛的嘛，他们的宗教意思就是燃烧嘛，然后这个是他们很熟的，所以佛就跟他讲，好，什么是燃烧，什么在燃烧啊。那么从烦恼来讲，烦恼火在燃烧；从灭烦恼来讲，智慧火在燃烧啊，其实是这样。那么就慢慢跟他们讲我无我的道理。后来三迦叶这1000人啊都得解脱啊。那这个频婆娑罗王知道了，就要上山去迎接，就是佛要听说佛要从山上下来王舍城，因为他在山上啊，迦叶山啊。要下来王舍城，所以这个频婆娑罗王就在半路等。那半路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迦叶四舍啊，就是迦叶城，因为迦叶山上面嘛啊，然后他要去迦叶城祭祀的地方，就是他举行，就是这个国王要上山，因为他们有一个习惯啊，婆罗门啊。那么村落里面，那么这个宗祠祭祀祭祖的地方了，啊，那么就是他们会到迦叶山去祭祖，啊，会叫迦叶山去祭祖。他们的因为上面好像有他们的那些祖先啊，都这些就是其实就是宗庙，啊，那么还有国王要登基啊，王舍城的国王要登基，那么都会到山上迦叶山上宣告天下，有一点像中国的这个皇帝登基都会到哪里？到泰山，有没有啊？祭天啊，祭祖啦，啊，都会这样，啊，那有这样的，所以他就变成所谓的迦叶，迦叶就是迦叶城，啊，那上面有一个迦叶山，啊，迦叶城，啊，然后他设在平地，那皇帝国王要上迦叶山祭祖的时候，啊，那么暂时住的地方。啊，那这个地方应该就叫做迦叶四舍，啊，这个是我这样看起来觉得是这样子的，啊，那因为其他的地方没有人可以解释迦叶四舍是什么地方，啊，那不过我这样把很多的经论拿来看，那因为这里是频婆娑罗王嘛，频婆娑罗王迎佛经就是他要去迎接佛陀，就在下面等佛陀下来。啊，就在那个地方，那么一大群人一定要有一个安住的地方嘛，住在哪里？就住在这个迦叶四舍，就是他们一群人要上山祭祖或是祭天的时候暂时安住的地方。啊，就好像摩耶夫人要回家生产，半路上有蓝毗尼园，那个是他们的花园。啊，那有一点像我们总统啊或是国王一样，去到哪里中间有一个别院。或是行院啊，那像总中间也有啊，在哪里都有一个别院啊，去到哪里有可以住的了，类似像这样。那这个是祭祀，就是在祭祀的时候啊，这个国王所安住的。那所以这个应该他就在迦叶城，所以叫做迦叶四舍啊。那应该是一个国王。特别盖的别院，要不然就是啊，依这个四舍来讲啊，就是一个宗祠，一个宗庙啊，
或者是国王要上山祭祀暂住的别院、闲院，大概是这样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迎佛，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迎佛啊，没有到，因为他佛要从山上下来啊，从迦叶山上下来啊，其余啊，那么结法阿罗汉、千阿罗汉，其实就是三迦舍，三迦舍加起来总共有一千嘛。啊，迦叶迦舍，像迦叶迦舍住在迦叶城啊，啊，优罗频罗迦舍住在木瓜里，啊，然后那提迦舍住在那提河旁边，那这三迦舍包括他的徒众就有一千人，所以他讲集于解法，这个于宋元明的版本都叫做除，啊，那应该除比较什么？除比较。比较有意义啊，有可能了 啊， 他可能是写错字啊，应该是除了、啊、除解法，就是以前这一些三迦舍，他们这个婆罗门都是上面盘法的啊，有这头发是盘在上面的，那有些还包头巾的啊，那么所以除解法就是已经出家了，已经出家了。那如果讲于解法阿罗汉啊，那么就是这一些本来是外道的，那么听法之后，就是其实最早是优罗频罗迦舍，他已经随佛出家了。那么随佛出家之后，他们的兄弟啊，那提迦舍跟迦叶迦舍赶过来的时候啊，可能也还没出家啊，后来是全部都出家了。那么这一些人都依佛出家，才到迦叶山佛为他们说《燃烧经》的。啊，那这些人有没有剃头呢？啊，那基本上出了家都要剃头，啊，要着袈裟啊，那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他说集于解法千阿罗汉，就是解法。如果这个于，我们用于来解释，就是他原先是有头发的，就是婆罗门啊，啊，或是外道了 啊，就是他本来是外道的啊，后来证了阿罗汉了。啊，那但是经文看应该是除解法的千阿罗汉，啊，就是他已经变成佛教了，除解法不再是外道，啊，这一些总共三迦舍的总共有一千人，啊，我觉得不应该不是刚刚好一千人了，大概在一千左右啊，也许900多啊，也许1000多一点，啊，但是都是讲一千人，因为印度有这种习惯。啊，那么就是大概讲整数啊，那么我觉得不会刚刚好是一千个人啊，但是也有可能啊，但是佛弟子刚好加起来一千个人啊，其实那舍利佛目犍连弟子刚好加起来250个人啊，我觉得也可能是有多一点少一点啊，但是经稿基本上都是这样讲啊。好，就1000个阿罗汉，这个时候佛为王说法啊，就在这个地方为王说法啊，那。解法就是编法了啊。那么《品婆娑罗王迎佛经》里面就讲他本阶编法，本阶编法啊。所以啊，那么如果中阿含，我就是中阿含有一个《品婆娑罗王迎佛经》啊，《品婆娑罗王迎佛经》里面啊，我们来看。中阿含有这一本经，专门记载品婆娑罗王去迎接佛陀这件事。他里面讲到啊，两个可以解释的。第一个他讲啊，他去哪里呢？在摩羯陀邑。去哪里迎接佛呢？摩羯陀邑啊。然后他说这些人本阶编法啊，本阶编法，这是千阿罗汉这些三迦舍这些本阶编法。好，那这个摩羯陀邑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杂志里面讲的啊，叫做是什么，我看一下，迦叶四城，迦叶四城，
家也四舍，家也四舍，啊，其实叫家也成的啦，啊，家也四舍，他是写这个家也四舍。急于解法，于解法。啊，就是他们原来都是有这个头发盘起来弄的啊，所以是解法。那么于解法啊，然后他说本节原来啊，那这个在其他的经文里面都是除解法。就看起来很像，所以这个家也是舍，在家也成，它是摩羯陀意，这个意，摩羯陀城里面的嘛，这个意就是房子嘛，那可能就是国王王舍的啊，就是国王在祭祀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是祭祖或祭天呢，啊，婆罗祭祖或祭天，啊，那一般宣告王位也会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金舍嘛，一个住的房子嘛。所以四舍啊，祭祀的啊，要去祭天或祭祖的时候，那么暂住的地方啊，它又叫做摩羯陀邑，它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他说，这个事实法佛为王说法，为品婆娑罗王说法，得须陀洹道，啊，就是得须陀洹果。那这个即请说，即请佛也，啊，他得这个时候。就是品婆娑罗很早就证出果了，啊，就是在迎接佛不久之后，啊，然后听佛就请佛，啊，然后佛为他说法，他那个时候就证出果了，啊，那他就证出果之后，他就请佛说：愿佛即身救我王舍城，尽行受受我衣被、饮食、卧具、医药，这个是世事供养，啊，当时就是修道的最低。生活需求啊，其他的没有啊，就这四个。那给所当得啊，就是需要的，他都会供养。那品婆娑罗王，品婆娑罗王最后啊，佛陀的两大护法啊，一个是摩揭陀国的品婆娑罗王，一个是啊乔萨罗国的波斯匿王。那么最后的下场都不怎么好，啊，但并不是因为信佛的原因，是他们业的原因，啊，那两个都是家里出了一个逆子，啊，那品婆娑罗王有一个阿哲士太子，啊，然后波斯匿王有一个毗琉离太子，啊，这两个后来都篡位，并且都把他们父王害死。那品婆娑罗王比波斯匿王下场还惨，啊，品婆娑罗王是死在监狱里面，而且死的时候还被挑断脚筋，长期饿了很久，啊，那一般来讲，有的说他证三果的证出果，啊，那其实他是证出果，啊，那他也不是升到极乐世界，啊，他是升到四王天，因为这件事我们稍微说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品婆娑罗王。你看他很早就证出果了，但是他后来受到他的儿子关监狱关起来的时候，啊，因为饿不死嘛，然后他主要是因为他精神上有一些力量，所以他每次都透过那个窗口去看那个佛陀，啊，那很久了都没有死。后来阿哲士王知道了，就派人把他的脚筋挑断，让他站不起来，啊，就再看不到，没有办法站起来再看到窗口。啊，这个时候佛陀也知道，啊，因为他已经饿了很久了，然后佛陀就请目犍连去告诉这个品婆娑罗王，就是请目犍连用神通去到那个监狱的楼上，啊，因为他一般人进不去嘛，啊，然后去告诉品婆娑罗王，他跟品婆娑罗王说什么呢？他说：“你现在受的苦，你要知道。”品婆娑罗王已经证出果了，证出果还是有烦恼的，但是他有正见，啊，他说你现在受的苦完全是你过去的恶业所形成的，那么你所需要受的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帮你，你看，哦，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帮你免除这些苦难，但是我可以帮你的就是让你未来生不堕三恶道，然后在人天中然后修行乃至于证涅槃。他已经证出果了，他不会堕三恶道，而且他一定会证阿罗汉，一定会得涅槃，最多七次。那么这是最后，这不会再堕三恶道，他会受苦，但是他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因为他不会造恶道的业，啊，那佛陀跟他证了，佛陀让他证了出果之后，那么他苦还是要受啊。所以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佛陀要告诉他这个道理，然后告诉他。啊，然后请目犍连，啊，去告诉他。那目犍连就把佛的话告诉他，啊，那这个品婆娑罗王啊，那么他正出国，他也知道，啊，然后他就问目犍连啊，因为他太饿了，他问目犍连说，这个哪里有那个美食，就是有美妙的饮食可以享用。啊，因为他太饿了，天天都想饿到又饿不死，啊，然后又受不了啊，所以
就忍受恶鬼的果报了啊。然后目犍连就跟他讲，四王天有啊，四王天有美妙的饮食啊。然后他要死之前就念四王天，结果他就升到哪里？升到四王天，做四王天北。四王天有东西南北四大天王嘛，他升到北边毗沙门天王的做太子，做天王的太子啊。那毗沙门天王的太子，他叫做舍尼沙，《长阿含舍尼沙经》就在讲这一件事，《长阿含舍尼沙经》，然后有些翻作圣贤，啊，那所以后来频婆娑罗王就升为天人，那现在应该还在，现在应该还在，因为天人的话，四王天如果有些经典讲，啊，他如果是五十岁，或是他这里讲，有些讲。啊，一百岁或是两百岁啊，就天上的寿命不一样。后面会讲到啊，后面会讲到有些寿命啊，然后这个大概也都是人间一两千年了，一两千年有可能，因为佛陀已经灭了，到现在已经两千五百年了，有可能天寿尽，有可能还没有啊，就不知道。那如果天寿尽，那他现在应该在人间。如果两千年了，啊，如果刀立天来看的话，大概是两千年，啊，我这三千年不一定了，要看天广的寿命更长，啊，刀立天主的寿命更长，一般的天人寿命没那么长，啊，那刀立天主的寿命比较长，那如果是两千年，就现在有可能又升天了，因为下来做人一百年而已啊，下来做人，天上如果两千年。下来做人，啊，一百年，啊，八十年到一百年而已嘛，又上去升天了，现在又在天上了，啊，不知道升哪一天不知道。假设这样了，那假设三千年的话，那现在还在天上，啊，就不知道，啊，就频婆娑罗王，然后他就升到毗沙门天做天子，然后叫做圣仙或叫做舍尼沙，啊，长阿含有一本经叫《舍尼沙经》。好，你看我们要讲的就是。佛陀告诉他：“你现在的苦，我也没有办法帮你免苦，但是我要帮你免除的是你未来要下三恶道的苦。他已经不下三恶道，而且会这样修行来自己得涅槃。所以这件事是佛陀帮助他的，但是他现在所受的苦是他过去所造的业，佛陀并不能帮他免除。即使他这么护法，那我们现在都受什么啊？那么。”就是念一些经，念一些咒，然后供养一些佛陀东西，然后就要佛陀免除我们无始以劫来的恶业，啊，你看，那可能佛陀都不能免除啊，频婆娑罗王啊，那大悟王啊，那如果他要写牌位，他应该写超大藏的啊，因为他护持最大啊，而且他几十年都这样护持，而且他不是供养佛而已，他供养很多阿罗汉啊，至少是几万个阿罗汉。王舍城的阿罗汉可多了啊！那佛弟子那一千两百五十位，他都供养过 啊，他也一样啊。这些目犍连神通第一哦，目犍连神通第一，不能免除他的苦，佛陀也不能免除他的苦，但是只能告诉他，你在这个苦当中，你要怎么样啊？那不要再造恶业。他不会，他已经证见真相，所以叫他意念转念啊！你看，他只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的人完全不一样哦，啊，然后稍微一点苦，啊，钱不够花，儿子不孝顺，啊，身体不好，然后全部啊买一些苹果，啊，念一些经，然后就要免除所有的罪，增加所有的福报，啊，哪有可能？频婆娑罗王受苦的时候，佛陀都不能免除他现在的罪跟苦，明白吗？啊，那目犍连去了，也是转告佛陀的话而已。他有神通，也不能说那我用神通把你带出去，那也不行啊，他也不会这样，那也不会说他有神通，那来的时候非去的时候顺便带一点饮食去嘛，对不对？那不是很容易吗？啊，他顺便带一点饮食去给他吃，不行吗？啊，也不行，也不能，啊，你看，不然就我们来讲，那你都可以神通飞进去了，他怎么不能带一点进去呢？那其实佛陀知道这个是他应该受的业，啊，他最后也升天了，啊，他虽然是我们说不得好死，但是死到好的地方去的，
就是死后到好的地方去，所以不得好死，并不一定死后就到不好的地方去哦，不一定哦，啊，那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好，那这个是频婆娑罗王后来得出果，后来得出果，啊，那即使他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下，他也不生恶心哦，他也没有，啊，他也没有说我要报复啦，为什么我，他也不会生怨恨的啊，为什么我供佛啊供了那么久，阿罗汉那么多，没有一个人来帮我。我供养的阿罗汉那么多，没有一个人在我有事情的时候要来帮我，啊，他也不会这么想哦。你看，但是我们现在就不一样哦。哎呀，一些大居士都供养多了哦，然后一有事情啊，然后就要马上啊，那这些人都要马上出现在他面前要帮他，不是的，很多事情不是这样说的，啊，那供养自有供养的福报，啊，然后业自有他业的福报，善业不能抵恶业。善业不能抵恶业哦，啊，你杀了一个人，你不能说我救十个人来抵消杀一个人的业，没有，杀一个人是杀一个人的业，救十个人是救十个人的业，这两个同时会存在，同时因缘成熟都会受报。你救了十个人，你后面再杀一个人，再杀十个人，那么你前面救十个人的业也不会消除，那后面杀十个人的业也不会消除。你前面杀十个人，后面又救十个人，那么不会因为你救人，前面十个人的业就没有，也不会因为你杀人，前面救人的业就没有，都不会，它会同时存在。那么成熟的时候都会受报。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迷失就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多造一些善业，我们恶业就可以抵消；多念一些经，多拜一些佛，多念一些佛，恶业就可以免除。没有，如果有频婆娑罗王为什么会受苦？啊，阿僧，这个波斯匿王为什么会受苦？不会啊，啊，那所以我们如果啊念佛拜佛，是要多增加善业，但是也一样要不造恶业。那如果已经我们很努力还受苦报怎么办？安心受苦就好，过了就没有了，啊，那还没受苦之前尽量造善业，啊，让那个恶业不成熟，不成熟就不受报，已经成熟会重罪轻受，或者至少你那个心力很强，有能力受堪受，啊，其实是这样的，啊，那就好像你被十斤的石头压住，但你有力气了，长大了，十斤对你来讲，那个时候你生病的时候，十斤就好像一百斤，现在身体强壮啊，十斤就好像三斤一斤而已，啊，你承受的压力就不觉得那么大，就不一样，不一样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让你的心力更强，那么对承受这些苦有很大的承受力，有承担，啊，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啊，就是你已经很酸的时候再拿一公斤，很酸的时候再拿一公斤，就好像拿一百斤一样。那你现在很有力啊，刚拿的时候啊，拿十公斤就好像拿一公斤一样，啊，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观念要知道，那并不是佛陀没有办法消你的业，啊，也没有办法免你的罪，啊，那我们大部分都在什么消业障、除罪业，不是要消烦恼。要消烦恼，除无明，断贪爱，除无明，这样，因为有烦恼才会造业，一直造业，业成熟就会受果报，其实是这样的，啊，烦恼造恶业，恶业成熟受果报，果报受果报的时候又怎么样？又起烦恼，又造恶业，就不断的循环。那现在要叫你截断这个循环，不起烦恼，不造恶业，起了烦恼，不造恶业。起了烦恼造恶业的时候，赶快断相续，让他不再继续造，不继续造不成熟，已经受果报了，不在苦中再起烦恼造恶业，反正就这样而已。你一定要逆着转啊！你顺着转就变成什么？顺着转就起烦恼，就造恶业，造恶业不断造恶业，成恶业成熟受果报，受苦的时候又起烦恼，起烦恼又造恶业，造恶业又受果报啊，就不断循环。现在缓过来。那么受苦的时候不要起烦恼，不能不起烦恼就起的烦恼不要造恶业，不能不造恶业要赶快想办法不要继续造，啊，不要相续造，
啊，所以那不造恶业，不造恶业，所以要不你就不起烦恼，要不就起烦恼不造恶业，要不就造了恶业不要再相续造，要赶快断相续。啊，那么恶业成熟了受果报，那么就一定要受，你就怎么样啊？那么受要让你有力量受，有力量受这个果报。那因为你有智慧，在受果报的时候就不会生苦加辛苦，苦不会扩大，因为你烦恼不会扩大，不会延长，你的苦就不扩大不延长，啊，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是佛法所教的，啊，并不是说哦，那我现在受苦了，啊，赶快看拜哪一尊佛，念哪一部经，持哪一个咒，来灭除我的罪，来消我的业，不是的，佛法不在灭罪跟消业上，佛法在断烦恼的相续以及造业的相续，在不起烦恼，啊，在调伏烦恼，在控制烦恼，啊，在断除烦恼这一点上用心，而不是在啊在免消灾免难这一部分啊不在，啊，因为灾难都是从哪里来？灾难都是从恶业来，恶业是从烦恼来，烦恼是从愚痴无知来，所以啊，《中阿含多戒经》说啊，那么一切招式恐怖灾祸都从愚痴来。招式就是不幸的事啊，啊，一切招式、灾患、恐怖、啊、忧戚，皆从愚痴来，啊，你看，都是因为你不知道这种道理，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往底下看啊，那是讲到品婆娑罗王啊，讲到他正出果，然后讲到他后来啊，那么虽然你看他供佛功德那么大。我们现在的人没有他供佛功德那么大，他供养那么多次，而且不只是佛，舍利佛、目犍连啊，几乎所有的阿罗汉都被他供养过了。因为佛弟子很多，当时都住在王舍城了，啊，那都接受他的应供了，而且他不是供一次呢，他不是供一次啊。你看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啊，他还会受苦，佛也帮不了他。就是没有办法帮他免苦了，但是佛已经帮助他了，啊，那么还好他有证出果。如果他没有证出果，他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先把证见建立，证见建立的时候，不管我们以后会不会受苦，都不会让我们造重大的恶业，这个才是根本，啊，佛陀没有办法免除你现在的苦，应该要受的苦，但是你听佛的话，决定可以免除你未来的苦，啊，那么以及受苦增长受苦时的那种心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再往底下看，所以佛啊，他说，因为他成正出果的时候很欢喜，就请佛那应供，那佛跟弟子也欢喜去受应供，啊，所以多住王舍城。这是讲啊，品婆娑罗王的请啊，因为多住王舍城是应品婆娑罗王的邀请啊。那么还有摩揭陀国中王舍城最盛啊，就摩揭当时两大国嘛啊，摩揭陀国以及啊乔萨罗国。好，那阎浮提四方中东方为始，日出出故，摩揭陀国在东边啊，乔萨罗国在西边。啊，那再往上去就是阿富汗那一边啊，就西北印啊。那么四中有王舍城有12亿家啊，那王舍城比舍卫城还大，王舍城有12亿啊。那依阿含经讲啊，这个舍卫城有9亿，那9亿1亿是10万，1亿是10万啊，在当时1亿是10万。那经典里面讲的1亿。各个说法不一样，不过在这里1亿是10万，1亿有时候是10万，有时候是100万，有时候是1000万，有时候是万万。像我们现在的1亿是万万，1000万上去才是1亿，就1000万再上去乘以10万万，啊，那万万是亿，啊，那有时候经典1000万是亿，有时候100万是亿，这里10万是亿，10万是亿。啊，像早期说4万万人，中国4万万人，4亿人，啊，那舍卫城有12亿，这里的1亿是10万而已，啊，那所以有120万，
啊，120万人，啊，那这个是王舍城的，王舍城有120万人，120万人是大都市的，啊，那一般超过100万的都是大都市的，舍卫城有9亿人，啊，有90万人，啊，也是大都市的。他说：“佛涅槃后，阿者世王以人民转少故，啊，舍王舍大臣，其边更作一小臣，啊，就是就不在王舍城了。”在另外一个旁边，就王舍城的旁边，啊，那广场亦有许，本来是比较小的，后来越来越大，扩大，越来越繁荣，这个就叫做华士城，啊，名波罗利福多罗，啊，这个是龙树做的嘛，啊，龙树已经在佛陀灭后700-800年的人了，佛陀是西元前500年嘛，啊，那龙树是西元后。啊，大概2世纪的人嘛，那2、3世纪的人嘛，所以基本上是佛灭后好几百年了。他说，名波罗利福多罗，波罗利福多罗叫做华士城，有时候叫八福连衣，八福连衣或是华士城，啊，也很有名啊，也是佛教后来佛教的大本营，啊，叫做华士城。这里的名字叫做啊，这里的名字叫做这个啊，波罗利福多罗啊，它原来比较小，原来比王舍城小，后来慢慢扩大，越来越大啊，那甚至比王舍城大啊，那要变大城了，由上于诸城中最大啊，就是这个城啊，虽然比王舍城小啊。那么还比其他的城大，何况原来王舍城更大啊！但这其实后来华士城越来越大，扩大了，有一点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像台北啊，后来把扩大了啊，那把旁边的哪里又纳入进去了啊，那像台南也是这样啊，那原来小一点，那后来又把哪里纳进去，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现在在讲王舍城的殊胜了啊，王舍城殊胜讲完了，会讲静修山的殊胜啊。好，那王舍城人中多聪明，广学多事故。那佛最初是在王舍城的，他说世中人多聪明，皆广学多事，于国无比啊。那讲到这里的人啊，那么善根比较具足。啊，他说：“四体还阴及80000诸天，皆在摩羯陀国14中得到故。”好，他说：“有人因得道者，啊，那么待时、待处、待人，待是等待，啊，我们叫做时节因缘啊，啊，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点，在这样的地方。”那有这样的人啊，那么会得到啊，那么就十处人了。那佛预知，这个预跟预备的预一样啊，四体还阴及80000诸天啊，那这个80000是形容多了啊，形容多。那经典里面常用就是四体还阴得到，前面的80000诸天皆得到啊，那。他说：“应在摩羯陀国14中得到。”那这个在《长阿含》跟《中阿含》的《长阿含释问经》啊，那就是《四体还阴问经》以及《中阿含》的释问经啊，那么里面都提到这件事。那论里面也有提到啊，那像这个在这个十事基本上。啊，他是说，如果依中阿含的释问经说，在王舍城的东边，奈林村的北边，啊，就这个石室啊，啊，石窟啦，它就是石窟，它在这个王舍城东边奈林村北边，毗陀提山因陀罗寺啊，写一下好了，写清楚一点哦。他说。中阿含释问经，四
这个四有时候指释迦牟尼佛，但是也就是四种，但这里是四体还原啊，四体还原就是道立天主了啊，四体还原问，试问经啊，问佛的这个经典啊，那他是说这样，王舍城东啊，就是这个石窟啦，这个石窟在王舍城东，王舍城这个城的东边。啊，然后东边奈林村的北边，啊，他写得很清楚。奈林村北边，然后毗陀提山啊，毗陀提山在这里也有啊，在这个五山里面啊，那里面也有一个毗陀提山，应该有，就叫做毗婆罗跋树啊，是哪里？然后看这里的，这里的五山，毗婆罗跋树是哪里啊？因陀罗、因陀室罗丘，不知道是哪里啊？那可能不是啊。奈连村北毗，这个王这个中阿含里面讲啊，他说是在毗陀提山。毗陀提山因陀罗啊，所以后来就叫因陀罗。因陀罗其实就是啊，像啊，像前面讲的也有因陀罗什么山，这里是啊，我看一下啊，有一个啊，因陀罗因陀室罗丘啊，这个不是，有可能。他说：“因陀罗十世，啊，这个是中阿含里面的啊。那么四体还音，这里是在讲四体还音，请啊，四体还音。就天地四啊，啊，这个道立天主了，四体还音。”那么他旁边四体还原旁边有很多昼月的天龙八部这些神月神啊，那么紧那罗啊，这些都是月神。那但是月神有一个月神叫做五季啊，就文殊菩萨那种五季童子的五季，他叫做五劫，又叫做五季啊，五季比较好听啊，五劫听起来怪怪的啊，啊就是可能就是五季童子，文殊也是五季啊啊啊，他叫做五劫。五劫就是五季了，啊，这是这个童子啊，那么叫他啊一起去见佛啊，叫这个五季月童啊月神啊，大概了啊，他讲这个，那么一起去见佛，共往十世见佛啊，佛在这里，就在这个十世。啊，它有具体的地点。那长阿含的四体还音问经，啊，那他讲什么呢？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啊，所以这件事可见也是流传很广。那后来穆建莲不是想要知道，啊，据说四体还音在这里见到。那么爱见解脱 的道理，那么这个佛陀，这个穆建莲想知道到底佛陀跟四体还音说了些什么，那四体还音到底又体会了些什么，所以不就到天上去问他吗？结果他已经忘了啊，因为天上太热了，他忘了啊，这个我们上次也有说过啊。那么就讲到这里，那么所以他说到啊，他这里说到啊，说到这个四体还音啊，啊，他大概讲什么呢？大概讲烦恼啊，千计是由爱而有，爱因为欲而有啊，欲从念而生，念因为思啊，那所以造作起烦恼，然后造作种种不善法啊，然后讲这个了。就是说你的烦恼到底哪里来，你的苦到底从哪里来，
那大概是讲这些啊，就是谦谦嫉妒啊，这些都是因为爱，爱不爱，那爱不爱都是因为欲啊，因欲缘欲啊，那欲是因为念啊，念是因为思啊，受想行识的那个行的那个思啊，那所以就会思之后啊，然后有慢慢啊，思而有念啊，然后念而有爱，念而有欲，欲而有爱，爱就起烦恼，造作恶业啊，爱取有啊，就变成这样。那这个是佛为四体还因说的。那他说四体还因啊，这个是长阿含跟中阿含啊，大家可以对照看。那他说四体还因即八万啊，四体还因即八万诸天皆证出果啊，四体还因跟大圣这边讲的一样啊，四体还因即八万诸天。八其实八跟七在印度里面都有特殊的意义，八是其形容多数的意思，八是多数的意思，七是圆满的意思啊，一个循环啊，到圆满了啊，七是也是圆满的意思啊。那八万诸天皆证出果，四体还因即八万诸天啊，就是这些天人了、啊，都断疑度惑得虚陀洹啊，都证出果啊。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摩羯陀十世啊。那么杂含五零五经啊，这、就是我们看。可以，大家有回去有空可以拿起来对照看的啊，《杂含五零五经》啊，前面我们也说过啊，这个《毗婆论》里面也有说到这件事啊。目犍连去问这个四体还因，到底佛是跟你讲什么啊？啊，他说他已经忘了啊，《杂含五零五经》，王舍城戒隔三十四中。他是这么说，他是指在戒格山啊，但是这里毗陀提山啊，他就是戒格山，戒格山十四中，他是讲王舍城戒格山十四中问佛爱尽解脱之道。那我们刚才讲啊，就是这个爱善于从哪里来啊？啊，那佛的说法啊，大概我们在长阿含里面啊、中阿含里面可以看得到啊，大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爱而有。啊，爱是因欲而有，啊，那烦恼因爱而有，爱因欲而有，啊，欲从念而生，念从思而有，啊，就讲这个。好，那这也是讲到四体还因，也证出果啊，所以天人也有很多菩萨，啊，天人其实很多也，释迦佛以前也做过很多天人，啊，所以后来大圣经典几乎把天王啊、鬼王啊，都是当成大菩萨啊。那么很多是因为有些天王也是菩萨来的啊。后来连鬼王也是菩萨了，像《地藏经》比较后期的经典，早期的初期大圣经典基本上是天王啊。后来后期的基本上鬼王也都是大菩萨啊，变成这样。所以他这里讲啊，佛在摩羯陀国十世中得到啊，那底下有注解啊，啊，他有讲因陀罗姑、因陀罗十世啊，好，啊，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啊是讲啊因陀罗四罗诃啊。那么我们看它底下的注解，因陀四罗求诃。那么五三里面啊，
也有这个啊，因陀四罗丘诃注解二十九注解，就是也是在这五山中啊。你看因陀四罗丘诃啊，就是七十五页注解二十九那里啊，因陀四罗丘诃啊，所以这个二十八的注解这里，就是王舍城经社里面不是啊，大智论里面写的啊，那么就是七十五页里面啊，王舍城多经社有一个因陀四罗丘诃啊，那这里再来对照看七十七页啊，这个摩羯陀十世，那么因陀四罗丘诃就是因陀罗十世啊，那因陀罗十世啊，所以他这里讲就是前面的，就是这里的戒格山的摩羯陀国十世啊，就前面五山中的一个啊。如果这样对照来看啊，记事啊，前面五山有一个因陀罗丘诃，因陀四罗丘诃了。那我们稍微把它写一下才不会乱掉啊，因为这里讲摩羯陀国十世，那其实就是王舍城五山中有一个因陀罗啊，因陀四罗丘诃啊。好，那有时候叫戒格山十世，有时候叫因陀罗十世啊。那戒格山有时候叫格戒山啊。那这里试问经是说毗陀提山啊。好，再看第八，摩羯陀国丰乐起时易得啊，那其实是各个城市都有啊，好过的时候跟不好过的时候，其实王舍城也不例外啊。老实说啊，我们往底下看，他说品波娑罗王约赐宫中常坐千比丘室啊，就是经常供养了，经常有设那个供养啊，那。另外，素提且虽人中收，长寿天福乐，又多富贵诸优婆塞啊。这个素提且，这是人受天的福报啊，这个很奇怪的啊，而且是自然现成的，而且还有天神会晤啊，他的保镖是那种大力神的啊。那么富贵诸优婆塞啊，就是有很多在家的大富长者了。那第三，阿波罗罗龙王善心受化啊，这里是讲这个龙王啊，龙王受化，做佛弟子，除世机紧固，常降豪雨，是故啊国风啊。这个阿波罗龙王，如果依照这个经典说啊，他这里没有注解，有时候写阿波罗啊，有时候写阿波罗罗啊。那就很多种说法啊，但是都是写阿波罗啊，阿波罗罗阿波罗啊。那么依据杂含六零四经啊，那其实这个六零四经是阿育王经啊掺进去杂含的。他说佛涅槃的时候，要临涅槃的时候降服阿波罗龙王啊。那也有说佛还没涅槃的，未涅槃时啊，降服阿波罗龙王。那其实他原来是人啊，他本来是人，但是因为修行有神通啊，所以啊就是降服。他本来是一个类似修道人，降服毒龙啊，那让这个国土都可以怎么样丰收啊，不至于降下这些暴雨。印度很多水灾。所以结下基本上就是下大雨水灾的时候，那因为后来国人开始久了变成习惯了，不感谢他了啊。那么以前他降服这一些暴龙的时候，那么大家都很感谢他，后来久久变成习惯，大家习以为常，就变成啊不感谢他了，然后他就开始很生气啊。那么死了之后就化身做毒龙，是就变成这样，然后来行这个报应，后来被佛陀度化，啊，是这样一个故事啊，啊，叫阿波罗龙王。那《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卷九也有讲啊，佛在北天竺肉之国降服阿波罗龙王，啊，卷九我们要看一下，不知道在哪里写的，啊，就在北天竺啊降服阿波罗龙王。
看我写在哪里。好，好，在253页啊，253页，大家看一下啊，最底下那边。啊，有没有？啊，有时暂来北天竺肉之国，享阿波罗龙王。啊，啊，啊，这个在肉之国享阿波罗龙王，那这里也是啊，再翻回来啊，那在卷九的时候是说在北天竺国，北天竺的肉之国，北印度了啊，肉之国啊，那肉之国基本上是贵霜王朝那边的啊，享阿波罗龙王。那卷25的时候啊，卷25这本没有了，他就讲到降伏大鬼神大龙王，大龙王里面就包括这个阿波罗啊，还有大恶人啊，有这三个啊。那前面不是讲吗？啊，这佛陀降伏这个大议论师、大恶人啊，恶比丘恶人啊，然后还有恶王啊。那在卷25的时候降伏啊，这个大恶鬼神、大恶龙王跟大恶人。啊，这个是在卷这个25的时候啊，那卷9是说在肉之北天竺肉之国降伏啊，这个阿波罗龙王。好，那这个是第三个啊，我们稍微把它注解一下啊，就是在卷9跟卷25都有讲到这一件事。那卷9的是说在北天竺啊，那卷25的是恶人啊。恶鬼啊啊，那恶龙、恶鬼啊，还有恶人啊，就这些都被佛陀所降伏。好，他说：“如佛涅槃后，长老摩诃迦叶欲集法，思维何国丰乐，起时欲得，即得集法。”迦叶要结集经典，想说在哪里结集啊？其实他这里说啊，王舍尊品婆娑罗王约次常设。千比丘时，因为他要结集，到底是500人、1000人啊？大智度论有时候讲500，有时候讲1000人啊。那这里是讲1000啊。那品婆娑罗王虽死，持法不断，是终时亦得，起时亦得啦，亦可集法啊。因为要解决吃的问题嘛，跟住的问题，这是两个基本问题。吃跟住不能解决，这500个人啊，乃至于这里讲1000个人。那要怎么样3个月那都可以这样过生活啊，是不容易的。而且不是50个人，而是500，是1000个人，这里讲是1000个人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供养处以及地方才有办法接济。他说于处无如是常供，若行起时时，诸外道来供论意，若供论意即法四会啊，就是若假设，因为他这个就是应供啊，就是要有人送饮食来了，就是结集经典的时候，如果你出去乞食啊，那外道会怎么样？要来跟你论啊，知道你佛陀不在了吗？然后他佛陀在，他也会来论，而佛陀不在就更容易了啊，来挑战啊，然后经常都要跟这些外道论的啊，那这个是浪费时间的，那没有时间，要专心结集经典嘛啊。那么，所以如果你去跟他论立起法啊，结集经典这件事啊，就不能再做了，做不下去了嘛，因为啊，没有办法专心做这件事。如果不跟他一起论立，他们就会觉得你根本就讲不够我，所以你不跟我论啊。如是思维，则起最上千阿罗汉，将就起舍觉山结集经藏啊，他就在起舍觉山的七色窟那里啊，结集经藏。啊，这个是就说这个佛涅槃后啊，那么摩揭陀国起时亦得了啊，说以是三因缘啊，那么知摩揭陀国起时亦得，那其他的地方起时不容易得吗？其实也可以啊，舍卫城其实也有啊，但是他比较起来了，他说如阿含及毗尼，毗尼就是律，他说经跟律里面都说啊，毗舍离
啊，辟舍离饥荒这件事在经跟律里面记载的很多啊，但其实不是只有辟舍离，也有其他的地方啊有饥荒啊。那他说辟舍离国时时有饥饿，就是辟舍离这个地方就是发生饥荒的次数比较多一点。他说如降烂陀婆罗陀龙王兄弟经啊，那这个啊基本上叫做龙王兄弟经啊，之前有翻译啊。那他说舍婆提国饥饿啊，就舍卫城，舍卫城有饥荒，升起立也有说到啊，舍卫城有饥荒啊。那这个于诸国亦时时有饥饿啊，其他的国家在律经律里面都常常有记载，特别是辟舍离啊，特别辟舍离，因为辟舍离的饥饿也会引申很多条戒律，第一条就是淫戒，就是从辟舍离的饥饿引起的啊，因为那个时候辟舍离饥荒嘛，啊都没有得吃嘛，然后依照这个律里面的说法啊，或是杂含经的说法啊啊，那么啊不是杂含经是王舍城的，然后依照这个五分律的说法啊，律的说法，那佛那个时候在辟舍离，可是辟舍离那个时候闹饥荒，乞食很难得啊，所以就佛陀就跟这个弟子说啊，如果你们啊，有知识的人，就是有认识的人，啊，或是有亲人，啊，那哪里有的乞食，你们就去哪里，啊，就安住在那里，啊，因为大家都吃不饱了，啊，那不要啊，不要因为这样影响修行，啊，就往有吃的地方去了。但有一些到其他的国家，有些到其他的城市，啊，去王舍城啊，啊，去哪里，那。这个另外啊，有一个迦兰陀长者子啊，叫做耶舍啊，他家是很有钱的，那么他就去回去他家乞食，因为佛陀也讲嘛，因为现在饥荒了嘛，那么多比丘很多都吃不饱了，那如果有你熟识的亲人啊，有熟识的知识，有熟识的护法，那么你们就去跟他乞食啊，因为他会供养你们，每个人都吃不饱啊，哪有时间供养，哪有能力供养你。但是有些人还是很富有的啊，像这个迦兰陀长者子耶舍，他们家就很富有，所以他就回他家去乞食。他的妈妈看到他，就跟他讲：“哎呀，你出家那么辛苦啊，又没得吃，你还是还俗回来好了。”他就说他不要，他要出家修梵行啊。然后这个还是出家没有几年哦啊。然后这个他的妈妈说：“好，如果你坚定要出家，因为他就是回他家。”托钵嘛，啊，他家很富有啊，所以都给他吃好的。他说好，那你既然如果真的要出家，我们家这么有钱，那你出家了，那么我们也没有后代啊，就是你也没有结婚啊，也没有后代。他本来有太太的，但是没有结婚生子，他就去出家吃，没有生孩子，他就出家去了。所以说，那你至少也给我留一个种，留一个后代了啊。那我不会，你已经出家了。那我们两个死了以后，那么这些财产都要充公啊，都官府收去了，所以你至少给我们留一个种啊，让我们有那个后代可以来继承我们这个家业啊，我们的财产这么多，家业这么大。他想一想，好吧，也可以吧啊，所以就跟他太太啊发生关系，然后留种啊，结果这件事被佛陀知道了啊，就呵责他，舍利弗呵责他，佛陀呵责他，开始制定一条戒，淫戒。那么就是因为辟舍离饥荒，然后也还有另外一条戒，就是辟舍离饥荒，然后因为都拖不到饮食嘛，这怎么办呢？啊，就这样啊，我已经证出果啊，就说上人法嘛，啊，我已经证出果，我已经遮恩恶果，或是我说你，你说我，啊，那个人已经证出果了啊，那么居士都是这样嘛，啊，那有资源有限啊，可是现在有一个圣人来啊，先供养他嘛。啊，你根本就没有证啊，都说自己证善人法，或者有证的也吹这个就是你说我说你啊，就是伪证言证啊，这样也不好啊，就是不可以跟人家说你得善人法啊，
没有得，有所有得啊，得了也不能讲啊。那么就是说，因为饥荒会引发很多问题的啊，这个是从戒律上五分律里面有记载的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辟舍离饥荒这一件事啊。那他说，这个食有饥饿啊，那舍卫国也有啊，《升起律》里面记载舍卫国也有饥荒，那其他的国家也都有。摩羯陀国中无事事，摩羯陀国中没有吗？有，也有啊，在《杂含1144经》里面啊。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已经涅槃了，刚涅槃不久，那个时候王舍城也饥荒啊，起食难得啊。那所以。那有些说佛陀将欲涅槃，还没涅槃，啊，别译杂含是说佛陀要涅槃之前，啊，那这个杂含是说佛陀已经涅槃，那涅槃不久之后，王舍城发生饥荒，王舍城也不是没有饥荒，所以他底下的注解啊也有讲啊，王舍城并不能免于饥荒，注解39这里，啊。那辟舍离的饥荒是很有名的，啊，在经律里面多所啊琢磨啊，就是有很多介绍。那所以十诵律说，那个时候结下，你看哦，结下，那在辟舍离结下，可是辟舍离闹饥荒，起食难得，所以佛陀就说啊，各位比丘，随所知事啊，你们认识的这些啊众所知事的啊这一些长者。啊，随诸亲里啊，到你们各自啊可以依附的这个亲人家里，啊，随所信人，你有信仰的居士啊，你们就去附近安居，啊，就是结下，你们要到附近那边起食容易得的地方安居，啊，不要在这里，不要看哪里有的住，有的吃，你们就在附近安居就好，要不然你在这里起食，在这里安居，你起食，你也没得起食啊。啊，天天一天不吃，两天不吃可以，啊，一个月不吃，我看你就没有办法了，连出去托钵的力量都没有了，啊，所以不要在这里受苦。所以这个辟舍离，其实即使王舍前也有了，不是没有了，但是他这里就说啊，摩羯陀国中无事事，以是故知摩羯陀国丰乐，起食易得。但是比较起来，摩羯陀国比较没有啊。啊，这个是这样了，但不是说完全没有了，啊，那这些全部都是在解释佛为什么要在摩羯陀国啊，那王舍城中，那因为这部经是在奇舍决山，就是在灵鹫山，所以后来又要解释为什么在灵鹫山，啊，好，那我们时间到，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